这个是老妹寄过来的礼物。啊啊！我阿姐盖到了。打开来看一下，要这是珍珠梨啊，拿去洗了吃，这么大一桶。啊，很幼稚。很幼稚。这都是幼稚，这都是幼稚嘛。啊，有个那个大豆浆，好像跟那个什么，啊不是，反正他是跟大豆浆跟那个什么。那，不要，要吃辣条啊！老妹，博成不吃你的李子，他要吃辣条。记得下一次寄一包5毛钱的辣条过来。他怎么冰啊？他我们当地人对了，我这老人，我是讲他教我们教嘞。嗯，这李子好脆。哇，龙虾呀，多少钱一份？48斤，3斤送1斤。3斤送1斤啊？我要一斤，我没要那么多。可以啊，那请来去买了。不可以微信扫吗？就请来扫啊。好。是蛮辣吧？辣。我吃过，但是没吃过你家的。很大呀，你在哪里？我妈说从来没有吃过这种龙虾，所以我今天买了一点来给她尝一下。哎呀，好亮。奶奶，嗯，好好吃哎，嗯，又香又辣，真的好吃。